下来就没办法再帮他陪他，就是他如果在高雄的话，行程与他同伴，你家门敞开让他去住就好了。OK， 如果他有其他的负担吗？好，好，反正你当兵之前去看看，那你早来。好，谢谢多一天来到现场来欢迎你们。欢迎。可以感觉到你们都很冷，都还蛮支持我，非常感动。等一下，感动是不冷。等一下，你们都很冷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都没有热情，你们都没有热情，好问，喜不喜欢你们的歌？喜欢。勉强还算有点，好不好？今天真的是太冷了。好，静雯发行这张专辑呢，尤其是1月14号要上市了。我们其实就蛮好奇的。哇，你真的很幸运呢。对啊，蛮幸运的，最快的这个没脚八号，还八脚哎，真的很冷哈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玩游戏好了。我真的觉得你会唱歌，然后现在他还有演员演技不错，但是真的是肢体障碍还蛮严重的。对啊，对。要上台那一跤，我就觉得真的不协调。哦，那我们要让你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而且伦老师你非常会说成语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。都可以，因为我看好，我们就来让静雯来比给大家猜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选两位幸运的朋友可以上来，我们要不要穿外套？这么太冷的话，你这一次宣传期呢？我要穿秋裤。真的，真的啦。来，来，还想爱美，要穿的这样。我跟